而在和康熙、雍正同一个年代，当时一个非常大的一项改变就是西方瓷器的出现。在此之前，西方是烧不出硬瓷的。西方人所烧出来的硬瓷，在欧洲这些帝国里头，他们最羡慕的就是中国的瓷器，中国皇室可以拥有的这些瓷器。从宋朝开始，瓷器就如此之美。而西方烧出来的瓷器呢，它不是硬瓷，它就看起来像一个软趴趴非常难看的马。因此，如何获得瓷器，也派了商业间谍，也派了传教士，希望得到瓷器的秘密，最终都无所得。直到1710年，由德国的德勒斯登国王创立的瓷器工厂终于成立了，这是德国的国王奥古斯都二世。而这个创立的瓷器非常有名，就叫做麦森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到今天它仍然是德国的国营事业，他们不允许变成私人，因为这代表德国最重要的国家文化精神。而今年呢，他们希望能够进军到中国大陆，而且希望是完全呈现一个麦森的精神。你可以想象，在1710年的时候，整个当时德国的国王烧出了真正的硬瓷，而且硬瓷到了那个地方，最后发展成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后来不管是在麦森，或者是传到了英国、爱尔兰所烧出来的瓷器，到后代的时刻几乎都超越了中国。而那个时刻呢，当他们赢得了这个瓷器的秘密的时候，据说乾隆皇帝知道看到时候非常的愤怒啊。那经过这么多年之后，麦森再回到中国，在回到中国的时刻，他们希望找到一个真正了解跟喜爱那个时候瓷器文化的人。中国有很多当地大陆很多商人竞标，最后有一位台湾的车商代理人的女子叶嘉琪得标。我们特别参访了她在上海麦森的文创园区。中的横山方流泻出金黄色彩，映衬出老洋房内的精致瑰丽。很少人不为这些艺术的工艺品惊叹，它独特、精致、完美到无可挑剔。欧洲贵族形容它是白色金子。精美的瓷杯整齐讲究地摆放着，仿佛让你拉回到中古世纪欧洲某场皇室的盛宴。这里呈现出来的就是希望回复当初国王的餐桌的一个气质。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工艺，有雾金，有亮金，有右上彩右下彩，当然就是还有麦森最厉害的颜料。瓷器这个由东方传入西方的物品，在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，象征着皇室贵族的地位与财富。国王来说，当他宴客的时候，他要呈现给他所有的宾客，不但是他对极致工艺的追求，也是要让人家知道他的生活饮食，他的品味，艺术品味。都在一个小小的这个 center 餐桌的 piece 上面呈现。德国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就为这些东方来的宝贝深深着迷。1708年，炼金术师贝特格在被奥古斯都二世囚禁3年之后，终于破解了中国的制瓷密码。1710年，在德国的德勒斯登，一个由国王创立的瓷器工厂成立，也由此开启了梅森305年不坠的神话。这个国王的野餐盒，面一个小小的野餐盘，藏在这个小小的机关里面。我们从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到，它都是不是现代的设计这样子，它防止它滑落。然后还有奶罐、糖罐，跟咖啡壶。因为热爱，所以追求极致。在奥古斯都二世的坚持下，梅森的作品没有工业化的大量生产，要求艺术家按传统进行雕塑、捏制、手绘。实用的杯盘实际上更像是值得收藏的精品，令人目不转睛。
凑过去想闻闻花香，这才发现陷入了视觉陷阱。每片花瓣都是烧瓷而成，衬以铜质叶片，独特的瓷花作品是梅森与俄国艺术家的跨界合作，精湛的工艺甚至超越了瓷器的诞生地中国。梅森延续雕琢瓷器的专注，衍生出光彩夺目的珠宝、做工细腻的高级定制服以及客制化的家具皮饰。德国人因此可以自豪地说，他们不是只有冷冰冰的钢铁工业，更有细节考究的人文艺术品。梅森瓷器已经从当初传承下来的瓷器，已经衍生到非常多品类的全方位生活。对专业的人来看珠宝，会看到它的这个钻石的闪亮度。那为什么？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都是手工相制，另外里面这个是瓷器，所以我在我的这个小耳环里面也可以看到瓷器的工艺，看到看麦森的传承，那当然就是有。叶嘉琪，一个爱瓷成痴的台湾女子，挑战中国已经有瓷都景德镇的骄傲，勇闯上海，开设了梅森全球最大的360度体验中心，既能饱览梅森华丽不凡的珠宝配件，也能感受皇家级的精美瓷器。梅森将这间旗舰店的成立视为回归故里，但是叶嘉琪想贩售的不是奢侈品，而是找回东方遗失许久的礼德。所有的礼仪都藏于器皿，在用器皿的同时，你对工艺的追求，或者是你在这个你用这些东西，一定是有文化素养在里面，才有办法知道什么东西该怎么样被适当的运用，所以就可以呈现这个礼仪在里面。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的疯狂，造就了梅森今日的辉煌。台湾女子叶嘉琪也想用她对瓷器的痴狂，在上海掀起一场礼仪复兴。